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鳄鱼老师，欢迎收看咱阿宏之声吼。咱这个下晡啊三点半的现场节目吼，人客啊啊三等四等啊，伊个等个啥？火车过咧蹦皮皮啊啦！好好爸嘿，今年都会八啊八，这回你若无赚。都无怨叹啊，什么时机好歹理由啊？嘿，有诶投资朋友就是安尼啦，啊，看这行情啊，这个五来五去也无啥啦，吼、哦，啊无我就等伊拉回才要买啦，吼、哦，啊有诶投资朋友咧，一讲咧讲还要等到拉回8500，啊，敢有可能？人客，我甲你讲啦，这个行情哦，互你起到。你也感觉莫名其妙，嘿，迄当时落的时阵嘛是落甲莫名其妙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、啊，有就讲台湾啊，到迄个条件讲落安尼，啊，即卖你也反倒转来想讲，咱台湾到迄个条件起安尼，不要预设立场哦。我家己者小可撇步倒啊，嘿，尤其伫做期货的投资朋友，咱伫做期货啊，最主要爱关注啥？国际股市。国际股市人安怎行？另机啊啦，你嘛安尼小扎一下，你嘛知影讲咱台湾会安怎行，对不？迄有诶安尼坐等诶，讲哇司机坐过去尔，500点行情无伊啊啦，500点，你甲算看卖，500点一点200块保证金，讲偌济83000，一倍以上行情已经走起安尼，半个月时间尔尔咧。小了解一下啦，人国际盘啦表现，来，你先甲看美国，美国这半个月啊，干那道琼起要10%，道琼哦 ，SPU 牌起超过10%，衰嘞嘞，这个 next 个，哇，这大起嘞，讲12%以上去啊啦，衰嘞，来，这费城半导体，这半个月来坐起嘞，超过17%，那安尼平均甲测算者。美国盘道琼 SP Nasdaq 费城半导体，这半个月来起偌济？起12.64%。来，甲咱台湾比拼者，咱台湾最低讲偌济？8501，起到今仔日的收盘9004，起偌济？503点起来，涨幅则偌济？5.92%。甲美国盘的平均12.62%，都起无人的一半咧，啊！你讲要等拉回到8500才要再买吗？敢有迄个机会？无迄个机会啊啦，人客，这个机会哦，你已经失去啊啦。迄当时，或是你看到这个盘，啊哟，安奈落安呢，啊要惊死！我嘛知怎个呀？迄当时半个月前，人美国去，咱台湾要落，人美国落，咱台湾也对咧落，半个月前哦，事过境迁，无同啊。人客，迄当时10月16号，8501迄当时，我简单甲你解释一下，价在跌，大家拢看有；量在增，你知影什么意思无？来，伫遮量价关系，甲你做一下说明咧。价在跌，量咧在增，两个字，像好咱出话来这里。两个字写啥？打底。那安尼，你这半个月来有个涨的空、跌的空吗？好、哦，人客，这半个月来500点行情，有人赚到买豪宅，有人输到咧住豪宅，差伫对，差伫个美角，多个空，唔是哦，你会当预设立场的啦。啊，妈妈意气用事啦，该安那做，咱就安那做，对不？来，搁甩来，咱讲迄东西，10月16号迄东西，指标的严重超跌。哦，啊，真侪投资朋友学什么技术分析，啊，学哪学啊，就不要用。人去，迄东西的概况严重超跌哦，迄是日线的角度，你搁用周线的角度甲看，迄东西周线的角度嘛是严重超跌。你讲技术分析，你伫学有什么意思？学无采工的吗？学无采钱的吗？你爱记哩，
技术分析的特性，它的特性就很简单，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。那当时8501，就是在否极泰来的时阵，所以讲你伫这当时啊，要讲涨也空，跌也空哦，时机点不对，不对。已经安尼台子期为迄当时的低点8497，来到今仔日的高点9027，530点，准500点好算啦，超过一倍行情，直接半个月已经展现出来啊。有人呢赚到嘴笑目笑，有人了解呢，哦，安那做安那了，所以呗，人客，你稍探听一下。小探听者，人讲啥？乌龟拍铁锤，啊，这啥？主头拍鳄鱼，为什么主头拍鳄鱼啊？你还阁搞不清楚状况哦？好，你去探听看麦。啥叫做乌龟拍铁锤，主头拍鳄鱼？来来来来，我讲这吼、哦，咱这爱有凭有据啦。哎，赌期货元年呐、啊。二一老师的教人就做期货，哦，迄当时啊，哦，我学你上学巴上无了解期货啊，好、哦，甲我臭干六胶，即马咧，哦，那拄到二一老师的节目哦，非看不可哦，来来来，讲到二一老师的节目吼、哦，哎、欸，顺便先甲你通报一下，对，今仔日开始嘿，咱这阿红之声，咱的播出时间，伫中华财经台下播3:30到4:00。人人叫我期货一哥，为什么是期货一哥？一定原因有道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咱会对预告来，所以咱根据什么在操作？所以安那帮你啊，安安稳稳来赚钱。你来这个目的要创啥？啊，要赚钱嘛！我嘛知早呢啊，啊，若无两步子啦，你啊乌白母，安尼敢好？你甲看咧，顶礼拜五，一看开盘也无声啦，对不？啊，二一老师一开盘，迄个气势，顶礼拜五，咱就通知会员拉回早买点。结果呢，咱做一点8900，啊，先甲你预告哦，上涨百点的实力，顶礼拜五你会怀疑无？敢有可能去100点？有可能无？你认为无可能啊？开盘的趋势，哪有可能开会去100点？结果收盘来，顶礼拜五去几点？99点。那是收盘了，你才算爱代志，对不？来来来，你看，咱顶礼拜五，哇、哦，啊做一口单就大赚钱啊你哦！啊，你对咧来，安尼不是简单？你体会出来不？这个微博先知的解盘就是安尼，谁那乌龟拍铁锤，谁那主头拍鳄鱼，体会出来无？我这不是来这看看图说故事的哦，迄就假啦啦的，有无？先给你预告，算了，安那根据操作，算了，要安尼帮你啊，稳稳安安的吼，要安那个赚钱，人去，顶礼拜五。所以今仔日看无啥啦，来来来，二一老师的趋势就是安尼，赢搁再赢，咱搁会趁胜追击，这就是你我无共的所在啦。有的投资朋友哦，好，搁只来赢一输啊，阿婆啊，咱讲哦，脚底抹油。我请教，你是当时才赚的好呀？这个500点行情，人会使赚伊一倍？你就干那赚伊30点，敢袂好个啊？袂好个嘛！逐回嘛讲啊，我要知要知，你逐回嘛甲我讲要知个代志，我著讲袂，我甲你无共啦，我毋是甲你哦学爸母个啦，咱是有一个规套稳赚策略，要安那稳赚？有诶投资朋友啊，啊未来就惊输啦！我问你啊。啊！你都无咧信心，无咧胆量，啊！你想要赢这种钱，真拼咧啦！我的做法啦，甲你大无共，就是差得这六字啦。这六字安怎写？赢爱安怎？赢爱冲，
爱救。咱投资兵唔是安尼做法啦，投资兵是输就拗，赢就酸。来来来来，你先看清楚的，我无法度决定你生命的长度啦，但是我会使成就你财富的高度。我甲你讲一回，为什么人即马外口市场伫喊喊讲乌龟拍铁锤，蛇头会拍什么？拍鳄鱼，就是因为我的准则，知影讲要安那春秋。你遐有所了解，为什么人叫我期货一哥？你豆豆会去熟悉我，嘿，会去了解我，刷咧咧，乖乖乖的对鳄鱼老师来。你讲要拼当日冲销，到遐简单，要赢真简单。啊，若要连续赢咧，迄台有相当的实力哦。嘿，唔是来只开玩笑的吼。嘿，伊鳄鱼老师啊，过去啊，十八天连赢的记录，十八天吼。赢到规市场啊！吼、哦，大家拢起笑的啊！啊，这个钱发啊白，你若阁无赚，啊无你讲咧，当时我若阁通创造这种机会乎你，眼前这就是你的机会。所以讲你啊，看好清人和平啊，人拢叫我期货一哥啊！嘿，要对哦，你都要对这啊老师啦！你千千万万唔能做期货去找啊蔡佳老师做人的试验品咧。迄死死道友无死贫道哩，迄一寡妹妹甲角落乌白母乱来哩，安尼你对迄种老师会趁钱吗？你讲咩啊？要来甲人当冲趁收费，破断趁机会，人后请看后面，我号做鳄鱼老师。他拄仔你甲你讲的，咱后壁还佫有这段行情，甲国际盘比拼的，咱台湾。还有落差，甲算算的330点的落后空间。顶礼拜五，日本坐起来要到5%，你都爱看到咱台湾坐起来5%，得一窝蜂跟着来吗？啊，你乃袂较早布局的，那这个5%，大家唔是赚到嘴笑目笑？所以我讲袂，有人把握着机会啊，赚到啊！买豪宅，啊！有个人未晓把握机会，佮刷来乌白做乌白混，账也空，底也空，输甲头壳空空空，口袋也空空，啊！去住豪宅，哦！即个鳄鱼老师，即、這个台湾国语安那念着音拢遮共的，哦！安尼简单讲，你是要住楼顶，也要住楼卡，大家嘛要住楼顶。那安尼，你就爱乖乖听鳄鱼老师讲，即、這个趁钱机会，你若佮无好啊把握。今年多没有行情了，后壁还佫有大猛涨的行情哦。所以讲要赚，请你好好把握。啊，若需要鳄鱼老师斗三工的，尤其咱这骨会员哦，你若讲看到鳄鱼老师咱这下晡啊，这个3:30到4:00的现场节目哦，啊，你若认同啦鳄鱼老师的看法，认同鳄鱼老师的做法，来，咱讲骨会员有较啥意思的？这鳄鱼老师节目当中。不方便给你做介绍哦，啊那有方便啦、啊、哦，鳄鱼老师嘛转过来咱这里亚洲投顾哈、哦，啊你若讲要找鳄鱼老师哈、哦，咱的电话跟咱的助理人员稍微联系一下，啊那需要鳄鱼老师到三工的哈，更加唔免客气，反正这赚的是赚乌帮的，唔是鳄鱼老师的，助理尽量哦，需要鳄鱼老师到三工的，先跟咱的助理稍微了解一下哦，啊那我给你尽我所能啊，给你到三工哦，反正这赚的拢乌帮。哦，啊，若需要鳄鱼老师这个学员的吼，来，赶快来电，咱稍微先进广告一下，稍后马上回来。喝小玉让您万事都如意，包进往来哦。别问我草本驱蚊喷雾，小黑蚊也怕怕哦。倒着喷也 OK 哦，我喷都包你哦。别问我草本驱蚊系列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
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啊，每样都想吃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快去贵族世家，丰富的美食，怎么可以这么划算？约会聚餐的好地方，幸福就在这一刻。贵族世家，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大盘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轻一点，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爱健青柠茶，热量少一半。爱健青柠茶，我爱的柠檬汁，轻一下的滋味。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爱健青柠茶。I can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马黛叶分解茶，解油腻，畅无比。爱之味马黛叶分解茶新上市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观众朋友啊，好好啊，把握一下。啥叫做把握？你去体会一下啦。今年都到这来，哦，大家都嘛怨叹过什么时机嘛？喂，你嘛是要去问咱的会员朋友，敢有人讲怨叹时机嘛？你豆豆就会体会出来。人市场安怎讲的？啊，乌龟讲拍铁锤，啊，蛇头咧讲去拍鳄鱼。为什么？咱讲这啊，都爱讲有道理的啦，唔是讲啊来只意气用事。你甲看半个月前，10月16号，从技术线型的角度，严重超跌，价量的角度打底信号，甲加来安尼半个月500点，你还在等拉回，要到8500才要买吗？我甲你讲，迄叫做 impossible。已经过去式啊，不干啊啦！人客，甲遮来台子期，关键点差530点啊呢。人较厉害，已经赚超过1倍钱啊！啊，你还搁咧默默收哦，脚手缩缩啊，莫怪你去赚无啊！帮帮忙一下，那需要二姨老师斗三工的哦，真简单。二姨老师的节目哦，这个阿红之声哦。咱就每天甲准时甲收看就好啊！嘿，二姨老师拢铁口直断，甲你讲白，后壁还阁真大行情。会记哩，下晡3:30到4点，咱这个中华财经台现场节目，你看二姨老师这两天的做法，咱赢，阁再赢。为什么？我甲你无共啦，咱是赢爱冲，啊无这500点行情走去。你还在等他挖苦挖苦吗？敢有可能？人去后壁
鱼还袂刷。咱若甲国际盘甲比拼的，哦，你就知影讲哇，咱台湾是安怎，啥那较细汉哦，去比人国际盘较少，这甲算算的，佫落后人330点。卖讲像日本顶礼拜五坐起咧，哇，700-800点坐起咧，要到5%，你再来讲哇，台湾行情真好。啊，若较巧的人咧，人较早布局的，人赚咧500点，哇，安尼咪冒死，对不？所以啊，赚钱赚钱啊，机会佮摆在眼前，你佮袂晓把握，莫怪，啊，这都有落差。但你是住楼顶还住楼卡？时机点瞄着，大家赚到嘴笑目笑，安尼毋是真好。所以我讲袂，做期货嘛真简单啊，国际盘了解一下嘛，是毋是？所以安那做股票的哩？哦，那讲到做股票吼，观众朋友，眼前这个机会，千万唔通哦，乌也买，白也买哦，你想要赢？啊，无啥人愿意输，导播敢有愿意输？无嘛，即个摄影师，大家拢只烟头嘛，无人要愿意输嘛。但是你敢赢的撇步，乱来啊！迄电视看看哦，这边买那边买，又搁买买一挂乌里不达的安尼啦。人去，我讲，咱买股票啊，要照步来，照起工来，先了解公司先啦。哦，安那了解公司，来来来来。四格力，毛利率、盈利率、股东权益、报酬率、资产报酬率，是好是歹，是真是假？鳄鱼老师对这四格力，我都甲解破。鳄鱼老师他拄仔甲你讲啊，对半个月前，咱的8500打底起来，去500点嘛，结果你还佫原地踏步，有的人还佫在等解套，我得病啊！但是500点行情对你敢那一点仔帮助都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买唔到股票嘛，来啦，大放松啦！看鳄鱼老师的节目就是安尼啦。咱的口袋名单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伊即马上市上柜啦，1500-600只的股票啦。没有鳄鱼老师对口袋拿出来的名单哦，无甲20只啦。为什么？要符合这样的要件，要符合这样的要件。咱咧做股票唔是凊彩，人客，即敢若竞红赛、竞囝赛咧。你注意看，即做倒一支股票，2439美绿。为什么鳄鱼老师甲特别推敲这支股票？你甲看，伫落底的阶段，即、這个成交量是算什么意思？大家看落，一般拢会占卖方，啊买人拢空的，拢笑的。我来甲你讲。从这个图表，价跌、量增，什么讯号？打底讯号，这都是特定买盘，已经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，敢要再回归原点？无可能，即马就是一路突起哩。哦啊，为什么鳄鱼老师会甲你介绍2439的美丽？人客，从基本面、营收都稳定成长，包括伊的获利进度。超越去年，表示它获利也是属于成长性的。搁出来，再从四个利：毛利率、盈利率、股东权益、报酬率、资产报酬率，甲顶年小甲比拼的，都是属于成长性的。所以呗，我唔再甲你讲，咱的口袋名单都无甲20只股票。要知，你着对鳄鱼老师迄当时甲买的是110，今仔日收盘偌济126。安尼有落差无？啊，对的时机做对的动作呗。安尼敢卖默默收？唔免啊！安尼即几工人，唔免一礼拜赚超过10%以上，不是才快活的吗？你甲看大盘敢有起10%以上？无嘛，大盘才起500点吗？所以啊，这就是咱完胜的法则。咱唔免讲哦，乌也买，白也买。咱干那买好的就好，所以我就跟你讲呗。那要对老师哦，你唔通去对踹脚啦，去做人的试验品哦，输干莫名其妙。咱做这哦，爱有准则，要安那个稳赢，会晓无？要稳赢哦，有投资朋友讲，但我做遐侪年来，吼、哦，
啊，唔赢过啊啦，我嘛知影咧，我就讲嘛，简单的撇步，我甲你大无共，差伫对，你发觉无？我无甲你清清菜菜讲哦，啥咧乌白富咧？咱做股票做期货，来上简单，讲期货，就准备这三口单尔，三口单249,000，互你准讲25,000啦。25,000，你要哪个赚到讲会当去买豪宅？甲买豪宅，你敢有法度？无法度嘛，我嘛知哩。为什么？因为啦，你赢都要酸啊呗。啊，二一老师的做法哩，赢爱冲，咱你安那做？搁趁胜追击。所以讲500点行情，偏偏你安那做，甲我二一老师安那做法。哦，迄落差就差好大，所以呗，你若对我来，会去赚迄大条大条的，啊，你若家己做哩，永远拢赚迄一丝丝啊，一丝丝啊，一丝丝啊，啊，你输的时阵嘞，你就死咬硬咬，哦，啊，这咱两个做法又搁大无同，莫怪，咱这有得准则的，人市场就得喊，讲乌龟拍铁锤，蛇头拍鳄鱼，你嘛想了解一下。对不？啊，讲要共赢，要共赢，哦，啊，咧当冲要赚所谓破蛋，要赚机会，讲简单啦，要赢有影啦，拢真简单啦。啊，若要连线赢哩，我系相当的实力，所以我讲嘛，咱这股会员，哦，包括咱这投资朋友，那需要二老师甲你学下呢，唔免客气，接通电话，马上解决你的问题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头听永思思，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，会退休会止疼，思思解痛加强定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饕餮永思思，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，会退休会止疼，思思解痛加强定。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改期害虫，消灭登革热病媒蚊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适用各种电蚊香器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鳄鱼保护您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洗发就可以让你惊艳哦！新566洗润发乳，添加乳油木果油，润你得加倍，修护零毛躁 ，Five Six Sexy 洗发就可以让你惊艳哦！566。